分，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今年第十四号台风小犬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，在四号到六号这段期间是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期。四号台风大致是接近到台湾的东南部近海这一带，而也因此呢，这样子的风向影响之下，在北台湾东部、东南部这一带的降雨呢是相当的显著，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东北风与地形有一些交互作用，再加上台风的环流本身的影响，也因此在这些区域的降雨的时间长，雨势上面也都会比较大一些。